想要印大型毛巾或者是大型抱枕的需求，我都问他的说，哎，我们现在没有大型的冰箱机啊。是的，一生听到大家的心声喽。接下来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们100×60单平台大型磁控膨胀机。好，接下来大家就来带大家介绍怎么操作吧。好，我们100×60大型单平台磁控膨胀机，它有非常一个方便的功能，就是我们的抽屉的部分，可以让我们非常方便的把我的东西放上去。还有一个抽屉式的部分。那接下来为大家说明的是我们的按钮操作。好，我们100×60单平台大型磁控膨胀机操作上非常的简单哈，这是我们的开机键，这是我们紧急停止钮。好，那我按开机，中间的 OK 按一下，好，这边是显示度C，可以去调整我的温度，好，跟度 F 的部分，好，就是华氏跟摄氏，再按一下，好，这边是设定我的温度。好，我们设定到度C之后，现在是设定我们的温度，那我们调整我们要的温度。调整好之后，再按一下 OK。这边是设定我们的秒数，好，那我现在设定的秒数调整好35秒，再按一下 OK。好，这边就可以显示我们现在的温度跟秒数的部分。来到实做的部分，好，那首先我们先输出好相对应的热升华纸，裁剪到合适的大小。那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我们毛巾的部分，裁剪好合适的大小之后，把它摆放上去。好，我摆完之后，盖上我们的行李套件，然后推进去，然后往下压。好，那我们倒数35秒后就可以一起来看成果喽。先倒数35秒 PPT， 倒了之后，然后拿出来。好，这是我们制作好的成品部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以上是我们100×60单平台大型磁控膨胀机的说明介绍。有兴趣的朋友赶快跟我们做联系吧。